就美式粽子。我想到一款就是过桥米线粽子。设计一款创新口味的咖啡味道的美式粽子，萃取咖啡液嘛，然后去做。我觉得可以让它和水果结合吧，夏天嘛，就是凉一点的食物呢更可口一些吧。我觉得设计一款粽子是那种麻酱味的蘸料应该感觉还不错。我妈妈那边是昆明的，然后呢我想到一款就是过桥米线粽子，就是一个比较奇葩的这个辣味的粽子。可以设计一个钵钵鸡口味的粽子蘸料，因为钵钵鸡它其实分红油的、藤椒的各种口味，然后对于四川口味来说，说不定是会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尝试。那你们知道古代人的粽子口味是什么吗？不知道啊，这个不清楚。粽子呀，其实由于它这个形状，它是一个带角的，是吧？所以它称为这个角黍。其实粽子作为一个方便食品啊，它在这个《诗经》当中就已经体现出来了。那咱们说到纪念屈原，这个跟端午节结合哈，一个慢慢演化的一个人文的一个结构。宋代来说，它是一个城市文化特发展的这么一个年代，各地不同的这个口味啊和这个不同的物产吧，造成了这个粽子不同的这种风格。比方说拿这个果脯的，拿这个枣的，甚至于蘸着那种糖的。比方说这个苏轼在书中也提到这个特色的这个粽子啊，他说这个不独盘中见卢橘啊，食于粽里得杨梅，就是把杨梅放到粽子里。到了清朝呢，就比较强调用那个火腿来做粽子了啊。像那个袁枚在这个《随园食单》当中特意提到，说把这个火腿啊，然后和这个粽子那个糯米呢掺在一起包成那个粽子，这也是一个火腿粽的一个特色吧。这宫廷啊，对于这个端午节也是很重视的，他们会举行很多这个娱乐活动，他会在宫廷里面举行这个射粽子比赛，又射箭又骑马，还有娱乐项目在里面。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节日感受到祖先文化这种魅力，而吃粽子呢又感受到这个口腹的这种美感，而且我们还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，像这个苏东坡一样做杨梅粽子啊。总而言之，给你去做这个特色粽子提供了各种各样可能，这样的话我们对节日的理解就非常这种有意思了。